其实我一开始，其实我不是练桌球的、欸。那你是练什么？我2岁的时候是开始是羽毛球，开始练羽毛球。2岁打羽毛球？2、3岁的时候，我是听。你的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到齐了。到齐。OK， 你也着了运动服装了吗？有备而来的感觉。对啊，已经穿好运动服装了。好 ，OK。所以最近大家疫情期间有没有长胖？有啊、哦，有点头，重点不是你就对了。OK， 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要请所有的网友们来猜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运动。我们擅长的运动是什么？所以现在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留言来猜我们擅长的运动是什么。那我觉得从比较没有悬念的小杰先开始分享好了，因为你看大家都说桌球，所以我觉得你是最没有悬念的。对，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我不是练桌球的、欸、那你是练什么？我2岁的时候是开始是羽毛球，开始练羽毛球。2岁打羽毛球？2、3岁的时候就我是听你的拍子，确定跟你的高的那种拍子吗？还是有小朋友的 size？ 拿着羽毛球拍，然后他就会丢球给我打，然后我都打到5岁、5、6岁，然后就一直打。哦，所以今天那个小杰，你是打算要打羽毛球吗？慧儿姐，我是桌球。哦 ，OK， 你还是要回到老本行打桌球就对了。对，老本。好，我要开始了，3、2、1 ，Go！ 怎么这么累啊？3、2、1 ，Go！ 怎么这么累啊？6、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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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
爱却无人偿还。一个连续的动作，一个连续的动作，仰卧起坐吗？换。我有上路吗？我的女主，我突然看到她想要的，不行不行，那也许她正在她目的的心情梦想，有些好高骛远。我该如何而奋勇去崇拜的并列？但现实我只是崇拜啊！哎呦，有吗？有成功吗？我还晚按了一点，哎、我们不到一分钟哎、欸，这一次也太快了吧！大家有抓到节奏，所以其实还是要彩排的，没有彩排不行哎、欸。